刘畊宏真的太好了，近日唐山打人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于是刘畊宏就邀请了武打女星蒋璐霞一起来直播，并教大家女子防身术。刘畊宏和王婉菲每到休息的时候都会重复向屏幕前的网友介绍一遍蒋璐霞，锻炼结束后刘畊宏就充当道具让蒋璐霞教如何防身，十分敬业。最后结尾刘畊宏还非常诚恳地表示，女生得练健壮一点，强身健体并不是为了在被欺负的时候能和别人打架，而是在有人想欺负女生之前得先好好考虑一下。刘畊宏的这一行为感动了不少网友，刘畊宏直播也再次冲上热搜。直播结束后刘畊宏还发博为蒋璐霞宣传，再次呼吁大家保护自己。说起来刘畊宏还没有走红的时候帮助他人寥寥无几，但刘畊宏凭借健身爆火后就开始利用自己的资源去帮助朋友们，让他们在直播间出镜，介绍他们给更多人认识。真的希望刘畊宏事业越做越好，大家也不妨跟着一起学起来吧。